明成，你看这个是不是很适合做书？钱。哦，那我捡回来。不用。我帮你捡，我帮你捡。哎，明成。检查卫生。警察。地面有垃圾，和你们劳动委员说，扣5分。我就是劳动委员。难怪啊，当官了。是啊，我的地盘由我来守护，就几片树叶而已。你别吹毛求疵啊。其实我跟你们开玩笑的，这些自然脱落的树叶呢，不属于扣分范围，你们放心吧。谢谢学姐。刚才是开玩笑的，现在可不是。不就是个垃圾袋吗？摘下来就是，让开。1、2、3，哎，我，让你来，帮你啊！不行，不行，你来。算了，哎，算了，学妹，你等它掉下来再捡吧，我们不扣分。你别爬了，我开玩笑的。哎，笑笑，你快下来！我跆拳道可不是白练的，这儿，接着，笑笑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，学妹，要不要去医院？没事，就是屁股有点疼。你还是赶快去医院吧，再晚点就痊愈了。怎么办？太疼了！哎呀，劳动委员检查卫生呢，你最好别被我发现灰尘。请便。这么干净啊！连床底都这么干净，你是不是人啊？不是我小时候送你的吗？应该是吧。没想到你这么珍惜我送你的东西啊！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还能是什么？不就是小时候的玩具吗？我记得密码是我生日吧？密码我已经改了，是什么？不记得了。哦，是吗？打开看不就知道了。你干嘛？吃点水果呀！你妈，不用了。你俩闹吧就。这个不是我的，我同桌的，你见过那个，朱文宇。这个光盘封面上的外国女人穿的这么凉快，应该不是英语老师吧？你想怎么样？这是课堂啊，不是菜市场。你们三个要不想听课，出去讨论去。等一下，你们三个打算出去斗地主啊？把课本带上。笑话，
继续讨论啊。娟妹妹，你好敬业啊！哼，我这叫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我背负了这么多同学的期待，我怎么能轻易辜负呢？那我问你，多亏林超才能这么快完成誓言。一会儿我们一起准备誓言报告吧。可以啊，一起弄。你听到没有？他刚刚说我们，连我俩孩子名字姓什么都想好了。我觉得你俩孩子不一定行。千言也可以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想什么呢？林超，喂，你书拿反了。不是，那个太阳太大，好刺眼。学妹，又是你啊？你好点了吗？哦。没事，谢谢关心。真是我教的。老爸，干妈最近看上去心情不错，每天都有一种容光焕发的感觉。来，进去看看嘛。哎，正好还有折扣呢。好，参加本店默契大挑战，答对8题可打8折，10题全部答对可以获得6折优惠券哦。快走，来这边请。天狗，接近了。高校男，对，下一个秘密，对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霸道总裁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腰间盘突出，呼啦圈，羽毛，孙悟空，花好月圆。下一个。够够吧，够够吧。很遗憾，如果刚刚两位答对那道题的话，就可以获得6折的优惠券哦。哎，没关系，8折也很好。那这位帅哥想给女朋友买点什么呢？我们这边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款式，有喜欢的话可以拿出来试试看。给他妈妈买的。哦，给家长见面礼的话，那边的款式比较合适。我们是兄妹。姐弟。二位兄弟姐妹，那你们有喜欢的哪一对呢？可以帮你们拿出来试试看呀。